哇，真的压点儿压的点儿来的。我就不知道你在那站那么久。我站得很，就是。干啥呢？我懵了。哇，你终于来了！啊，终于到了。哇！坐。我们现在只是有了前提，就是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但是后面的事情呢，就是。还需要我们共同去探索怎么去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。好啊，接下来我们好好相处吧，于佳一同学。好的，豆豆老师。结束了。啊，怎么样，找见面？什么？没事，抱一个，很感动，很感动。每一个都。